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儿童早教启蒙形状彩色积木，采用全木质环保材质，每个木块圆角设计，精心切割，表面光滑，大颗粒，保障宝宝安全游戏。采用环保水性漆，无毒无异味，不影响宝宝健康。这款儿童早教积木有多种版本，几何阶梯积木，宝宝认识不同颜色形状的同时了解高低概念。拼插益智版，可以教宝宝认识圆形、长方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、五边形五种基础的几何图形，对颜色的认知，锻炼手眼协调。几何分数盘，锻炼宝宝对图形拼合组装的认知，了解等分的概念。数字彩色形状套住，初步了解数字多少，认识同色系颜色深浅度，再把积木套入立柱的过程中，能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。数字款有两套，0到9数字，共20个，5个符号，可以教宝宝10以内的加减运算。字母款，单个字母可以玩耍，多个字母组合在一起拼出不同单词。颜色形状配对，认识16种不同的形状和颜色，根据底板图案进行一一配对。15孔智力盒，宝宝根据盒子每个面的孔，把对应形状的积木一一放入孔内，认识15种不同颜色和形状。圆盘5套柱，让宝宝认识5种不同的形状和颜色，让宝宝开动脑筋，转动形状颗粒，想办法取出积木，锻炼宝宝的精细动作。带底图数字，认识阿拉伯数字，家长可以根据底板上印刷的内容教宝宝进行配对数数。带底图字母，认识26个大写字母，家长可以根据底板上的动物教宝宝认识对应字母的动物英文单词。启蒙教具，让宝宝亲自动手操作，给宝宝带来心智空间的拓展和天性的激发。